Hello， 小仙女们，今天婷婷给你们分享的这一款是拳击辫，然后它主要的一个手法呢，就是反三股的三加二。咱们看手法哈，然后它就是用大拇指把中间这一股给它挑上来，然后两边的时候呢，都是往下压。两边夹头发各夹一缕往下压，压进来之后换手，换手再用大拇指，你看把中间这一股给挑上来，然后再继续压头发，这个过程它是以此类推的哈。耐心的往下看，对不对？它都是一样的。我把这个头模这个位置调的差不多，你们应该都能看得明白哈。你看它每一个步骤是不都一样的，你就记住中间这一股呢，用大拇指往上挑，挑上来之后，侧面两边夹，夹的时候都是往下夹哈，就需要注意这两点就行了。啊，还有就是拉紧，每一步都要拉紧一下。看到这个地方了，是不是都看明白了呀？到最下边的时候呢，它就不夹头发了，它就纯正的一个反三股了哈。好啦，这一款拳击辫就完成啦，漂亮不？